现在我们创作挂身牛了。首先我们选用大圆形的纸贴做太阳，跟住我们可以准备几条的纸条做光线，长度可以均一或者一长一短都可以的。我们在尾部展开它，跟住打开插入纸碟的边缘位置。跟住再在纸碟的背后贴上胶纸来固定它，这样做法会稳阵很多的。我们可以选择暖色的袖子作为太阳的中心，选好之后我们可以将它剪成碎片。跟住我们可以利用白胶浆或者胶水贴下去啦。当然我们可以选择多过一种的颜色的噃。最后我们就制作挂身的绳啦。而绳的物料呢，我们可以用尼龙绳啦、紫藤、激绒条这样都可以。跟住咧，我哋喺个纸碟嘅背面贴上胶纸嚟固定位置噃，或者我哋可以用钉书机啊，都得嘅。睇下，咁样就完成咗太阳嘅挂身钮啦。